站好最后一班岗。对，你穿成这个，可爱了，绝版啊！绝版，绝版。目前为止，应该只有我一个人收齐了。是。突然想起来，我今天穿来的衣服拿来签名了。我穿着，我让他们。集齐了，我可以召唤神龙啊！这一声名字走出去，我得狂死，我得。我现在要跟他换下来，不能弄脏了。小白回来。哎呀，这个大嗓子太吵了。哇、大家都在用各种方法，用各种方法在掩饰什么。哎，涛哥，节目结束了。哎，以为还没结束，宿舍生活要结束了，有什么想说的？涛哥有啥想说的？这个床我不希望他被搬走，我希望未来还有其他的兄弟能够住在这个床。那你搬回去不就行了？偷东西，偷东西，不是偷东西，是顺手牵羊。他对面，继续。顺手牵羊。全体哥哥请注意，全体哥哥请注意，请前往客厅集合，请前往客厅集合。来了来了，走吧，好，走，小白下去吧，先下去吧。哎，你们俩留个位置，我坐你旁边好不好？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这样啦，都几个小时，不能跟你们多相处吗？来，我让你们两个坐一起。有请勤劳小蜜蜂直升胡海泉哥哥。好，哎，小蜜蜂，耶！我站好最后一班岗啊，来。哎呀，哥哥们好，今天的演出大家辛苦了。哎，站得好辛苦啊。相信大家这几天都有注意到啊，咱们那个火力直驱和客厅的那个屏幕上挂这个宿舍生活倒计时，现在数字已经变成一了，也就是剩一天了，意味着今天晚上是我们在宿舍的最后一晚了。好快，有三个月，我都不知道能挺回来。过去的四个月一言以蔽之，可以用奇幻来形容，是吧？就像小春哥在节目里曾经说过的，长这么大都没试过跟这么多人，尤其是这么多男人住在一块儿。 Miracle。就像回到学生时代一样啊。那在这里呢，有人找到了相见恨晚的这个朋友啊，还有球友，有人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亲人啊，大哥，大哥，然后小弟啊，干儿子啊，老公老婆爸爸啊，啊，寻亲的都是侯米啊。我们从第一天晚上彼此之间还没有那么熟悉，然后硬着头皮跟其他几个人睡在一个房间的感觉。第一天晚上还看那个球，我记得我和Paul哥他们几个做了七八十个俯卧撑。对啊，真的时间过得好快。所以这个世界上有个词叫快乐嘛，那个乐的事儿前面都有个快字，越开心的事过得越快。哇，好有文化哇！又长知识了。有谁想发表自己的感想？哎，朱哥。哎，有。哎，我小白、波哥、海泉、盖、狗哥、尹真。好快，现在好快。盼宇，给我来一遍。喂，李想、金哥、卓哥、任北、李承铉。啊，七亮、云龙、Jerry、林教授、Lo、Michael。七哥 James Ricky， 辉哥，谢谢，哎呦吓死我了，哎呦，他是故意的，刘江，这个夏天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夏天，去年也不想到今年会这个夏天会在一个地方能够跟那么多不认识的人一起生活。大家一起交流一些，对啊，有的没的东西，我觉得也挺美好。哪怕是今天晚上，如果我们到讲完之后，
再有什么一出来是谁要干嘛，谁要干嘛的，这种东西我觉得是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我们这几个月已经很嗨，很享受，感恩，感恩，感恩。这春哥，我觉得历史上说话比较长，听得最清楚的一次，好清楚呀。咱们30多个人里面，相对比较年轻的是不是小白？小白最小。你代表你最年轻的来一下。说实话，来哥哥之前，我没有想到会在这里待这么长的时间，和这么多的哥哥在一起度过这么珍贵的时间。我们所有人都曾赤诚相见，都把最真实的自己留给了对方，非常荣幸认识各位。待会儿我用力抱你们的手，你们不要拒绝我。耶，小白，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喜欢过自己了，很久很久了，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很厌恶自己，讨厌自己。可是跟各位哥哥在一起的日子，让我很喜欢跟你们在一起的自己，也让我自己这段人生经历变得更加的有意义。每当我回忆起来，我会觉得很温暖。也谢谢你们出现在我的生命里，衷心的谢谢大家，谢谢你们。其实我心里面有点，不止有一点，是非常的坦白说难过。这种难过，仿佛已经很久没有我们的心底里面出现过。最难过的其实不是离别，最难过的是我们知道将会忘记。我明白。不会，不会，不会。化成灰我都认得你。我们或许我老了很快，只是我现在也老了。未来更老的时候，我的记忆力没有那么好了。有一天，或许像这年轻人讲的，我以前拍的那个节目，那个什么哥哥，就是那个 P 什么哥哥，披头散发，披头散发，披头散发的哥哥。有一群哥哥特别有趣，特别逗的，我们有很好的快乐时光。或许偶尔听到一首歌，都会想起这一刻，这样就够了，对我来说。对。